应该会比前几集辣一点。哦，辣豆奶。我不敢开他太多玩笑，因为他老公比较凶。蔡思芸这次算是也有一个完整的表演吗？对，当初其实是表演，我就想说，其实最好是三个评审，因为是第二季的评审，就是可以开个场。我们先帮你们把那个舞台弄暖，有热，对对对，弄暖。可是我们是温暖。透露一下，是走什么功？性感功还是今天晚上？今天晚上可以期待一下，应该是以前没有穿过，应该会比前几集辣一点。哦，希望先辣豆奶。蜜豆奶啊，辣豆就辣的蜜豆奶。那思芸老公今天会到场？会会，他都一直有看这整个节目，然后他很喜欢，就是所有上面的一些选手，他很支持，所以他今天也想要来看一下。他好像很喜欢 Aquaman， 可能他最近就是在拍脚头这样子，所以他看起来比较那个。对，这个算幸运服吗？对啊。那你的拖鞋呢？我的拖鞋是真的。今天穿拖鞋吗？是拖脚。各位媒体朋友要穿越一下吗？就是你的项链。哦，你说这个项链？对啊，因为上面是我的名字。对，它也是新密斯。厂商赞助。还蛮多人串联，就是一直在帮你救那个账号，这是有用的吗？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有用啊，动刷这样。因为好像蛮多人，我到后面我搞不清楚是谁救了。我被锁了那前几天嘛，因为刚好我那时候接到一个业配，然后我的账号被锁住了，我没办法投了，也就损失了。一些钱，几百万人，我就好像觉得有点破财这样，我就去行天宫拜拜，那可能是行天宫帮我的吧，啊，所以是安主公帮你把账号救回来，也有可能是安主公，但是迪拉跟蔡思芸都有帮我 ，iPhone 里面有一个 emoji 是水枪，然后最近美国有一些校园枪击案件，那如果我把它PO出来，他们会比较敏感一点，我说那些 AI 啊。AI 不是盖的，不是盖的。这个发了这个句子，可以用类似的句子，然后来勉励一下各位选手。哦，有，我现在没有太多想法。那个我想的一整那一句歌词，我花了很多时间。所以会做成歌。不太好吧。是不是迪拉胖老师都 IP 都做过，还是对蔡思芸没有做过？我帮迪拉胖做了一个。不被提了，不被提啊，没事没事，不要。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帮 Daisy 做？我不敢开他太多玩笑，因为他老公比较凶。